我身后咧就系南屏水库啦，你睇一线山景湖景噶，呢个湖形有270度嘅一个景观面，你睇呢度长度10几米嘅阔度，全部都系睇山景湖景噶。呢个湖形170平嘅，精装4房3个卫生间噶，厨房出去有生活阳台，你睇呢个厨房嘅阔度都系最新嘅设计吓。嗰边有个客房加个公共卫生间嘅，楼下就有邻里中心噶啦。呢个湖形系一梯一户嘅，除咗呢个湖形，我哋仲有143。又系一梯一户嘅，仲有个大啲嘅185。佢呢个户型改咗㗎吓，4开间都系睇湖景、山景㗎吓。呢边本身系有个厕所嘅，总共系3个卫生间㗎吓。交楼俾你嗰时，入嚟感受呢个主人房先。5分钟我哋可以到达南屏嘅华发商都嘅，10几分钟我哋可以返口岸啦，相当方便嘅。主人房依然系山景吓，双人嘅洗手盆啦，浴缸咧都系睇山景湖景嘅吓，呢个户型真系非常之靓仔，中意街坊啊，下方留言啦。